胡杏儿、黄志文、胡培慧和汪思思等人出席唇膏品牌发布会，胡杏儿以低胸及腰粉红西装造型现身，提到日前带埋 Baby Lee 一起到老公的公司探班，不过被老公大爆当日是扮做嘢网购遗失啦。唔系，其实佢讲笑啫，我系坐喺佢个位坐扮扮帮佢做嘢，咁啊影咗张相咁样咯。咁啱佢要翻工，咁一齐带咗 B B 上去探下佢啲员工咁样咯。因为佢哋都好中意佢嘅，系啊，佢少啲即系office hour 嘅时候会出嚟咯。至于讲到仔仔，下月都满一岁啦，杏儿会唔会搞个 party 啊？都会搞个 party 嘅，因为始终一岁都系一个好一个里程碑啦，值得系庆祝嘅。咁啊，都系希望请啲 auntie uncle 啊，同埋佢哋啲小朋友一齐见面咁样咯。胡说八道会班契妈必定会系座上客啦。唔知啊，因为佢哋都好忙，即系佢哋可以出席到都好开心。因为你都有几个都唔喺香港，咁啊今日可以一齐出席。这个活动都很开心。